所有的产品的快乐都是交给自己的，世界的快乐都是。
futuro. E se non fare questo futuro, non ha perso il Signore, se non ha perso il Signore.
甚至他自己思想会有自己的一个东西。因为思想的政治跟政治之间是非常非常清晰。他的他的感受是这样的，他的认知是这样的。第二个是产生的大的成就，我的思想是这样，思想是这样，没有自己自己的思想，没有自己的思想。今天刚刚讲的一个国宝级的，我好像是说我们已经在一起说是。有一个比丘做的是一个方法，另一个比丘做的是什么？但这个思想的比丘呢，他没有学校里面，他以为他知道这个事。所以这个时候，这个阿罗汉比丘，他不好意思去跟他讲，就跟他讲他这个人都有标准。这阿罗汉呢，就带着这个思想的比丘，一个就是在森林里面去偷摸，经过一个森林之后，是吧？这个阿罗汉比丘说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四种比丘在等的时候呢，这阿罗汉比丘用什么东西呢？变身之道具。他突然就从草丛里跳出来，那么这个四种比丘突然拿起了手，是不是？他的四种，他的四种，就是四种。那么这个时候，他才回想，哎，我不是正读四国的话吗？我为什么害怕？我害怕就是自我意识了，是不是的？这个时候，这个阿罗汉比丘就出现，他是菩萨，真善美。后来阿罗汉比丘就转了，就是四国的话，因为从遇到了后不长的佛，后来这个人就转。所以这个四禅是很容易产生的，没有控制自己。那么一般来说，只要需要什么时候高级要的事所有的这个转向的学生，这个方式不算乱，那这个方式，因为这个产品本身的品质高低，这不是一定这个大圣的是高低，那是讲方式本身就是初地下的菩萨，成位的菩萨，那这个四个圣人要经过三道，一定要理解，是这个方式。那么他的浅深不同，也就是他的他的深度不同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，我认识的时候去参加的开会，那么这一天呢，佛陀带着这个比丘啊，要去参加这个地方，他都要把那个像灌醉了，一群像从下面穿过来。没有场地的人，他没办法；有场地的人，他就有场地来做辅导。那么佛陀就是佛陀啊，他那个三个意，就是慈心上面三个基础。那么佛陀四种心智，一个是慈悲，这个大圣叫做慈悲，他的慈心就是这样，所有的都归下去。所以我们在上面说的，阿罗汉的神通呢，他很多人都知道，他那是什么？他是能够一个很好的沟通，沟通是非常具统治，他是对的，他是神的神通。然后阿罗汉是为了什么？因为这里就是说神通对话，他可以分析，然后再转换成。那个是谁？那个是一个神通。有些神通是在靠空想去想的事情，有些神通呢会在内在，有些神通呢是在上面的事情。那么一般来说，正真的阿罗汉，他神通只会显现一点，他不能变，他要把这个神通显现完了，然后定，再做另外一个定。就是这样，他不能产生神通，不能产生神通变化，他是有神通，他不能变化。那么八罗汉的话，因为
大的话，你才能做到这个事情。从上面，它是神的作为，从上的神的这个施主奉献神的这个施主，他是跳到一个山头，又跳到另外一个山头，再到山头。也就是说呢，大圣的菩萨他是从出尘跳到山头。他可以从三种状态的事情，或者从二种状态的事情，从三路的变化的事情，狮子会是什么？一般的动作的方法做，不是按照他一次性的做就是。你要我来选一个，来选一个花，这个花的形状就是什么？它是一种什么形状的花？我说，哎，你现在把花赶快给我变成一个苹果，这就行。我这个长度呢，是不是比较长？那佛陀的长度呢，就是四十，四十。佛陀的长度呢，是八地上的佛陀，光明的。佛陀的心呢，它有一个四道靠近的四道，四道这个时候呢，是什么三昧？它要是慈心三昧，是佛光三昧。有五量三昧，他自己都是真正的不要做阿罗汉。阿罗汉他要修行的话，他就做一下，这个就要去。我现在就做一下，做一下，做一下，做一下。他要做一下，他必须用念头来带动佛力，佛力的整体是需要自己印度的，就这个同样是。生死二谛，不生死二谛，生死六二谛跟舍利子之谛，同样这四个本质啊。但是佛陀操作跟阿罗汉在操作这四个的时候，那是生死法的这个错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在一句佛经里面相对来说这个四禅嘛，因为它普通的意志的分离。它也远离了四空的暗度，四空度，这个是界定不一样，它也远离了。它相对来说呢，它的四空是离